把我头上套了个黑袋子，然后让我和他们一起走。不接受他们的安排，要么就反抗的话，那我就是死路一条。Why won't you tell me the truth about those camps? First of all, I would say there's no so-called labor camps as you describe. There's what we cal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enter. 也非常像他们，我的孩子，两个孩子都很小，也没有见到他们这么长时间。然后他们让他，强迫性的让他讲述自己的罪行，然后那些警察，在那么多人的面前，就是轮流的对他进行性侵虐待。自己想要受到惩罚的人，他们拉出去。他们拉出去以后，我们就是我们后面可以听到救护声、惨叫声，怎么的，这些人的一部分就是后面，被警察，带过来的，但是情况非常的严重，指甲全部拔掉的，全身都是血，一部分人，没有回来。